拉萨的天空总是那么蓝，云仿佛触手可及。这座世界上距离天空最近的城市，迎来了2017华夏基金杯全国围棋之乡联赛拉萨建材交易中心杯拉萨分展赛的开幕。全国围棋之乡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围棋协会联合主办，是串联全国30个围棋之乡的大型赛事。这项比赛的话，是我们中国围棋协会自去年以来得力打造的一个群众性的一个赛事，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拥护。跟去年相比，有一点点的变化在于，就是我们参赛的人数增加了，增加了一名女棋手。去年我们是8个人下一盘棋，今年我们是10个人下盘棋。中国围棋协会采取多人赛的赛制，也是为了更加调动群众参与这项赛事的一个热情。参加拉萨分展赛的队伍分别来自获得全国围棋之乡称号的西藏拉萨、河南洛阳、无锡惠山、陕西户县、安徽宣城、河北淮安以及浙江丽水7个地区。其中拉萨是最年轻的全国围棋之乡，是今年首批刚被评定获此称号，在本次比赛的开幕式上进行了授牌仪式。2014年，咱在全国围家西藏一个非赛场，从那一天开始，我才接触到围棋。但是，也看到了围棋虽然作为我们一个中华一个瑰宝，但是在西藏这片这个神圣土地上，了解人没能力那么广泛。我想是不是能可以做更多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有幸认识了曹大元和那个秦英老师，还有那个黄娇先生，在他们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拉萨棋院。拉萨棋院自2015年4月成立至今，虽然才有短短2年多的时间，但已经开设了多个围棋培训班，举办了多场赛事活动。他们是围棋传播的拓荒者，把围棋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净土之上，希望有更多的藏族孩子能够学习到围棋。现在那个在来我们棋院学围棋的，包括藏族小孩和汉族小孩，现在基本上达到1/1/1的这个比例。特别对这个西藏藏族的这个小孩，我们真的想，在这个近短期内，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来一个职业选手？你下得多好呀，该你了。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感受赛场氛围，棋院把围棋课堂也搬到了赛场旁边，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围棋部副部长邵伟刚九段亲自授课。黑棋，你走这个，我走这个。走错了。看到棋院，听他们的介绍，培养了很多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个拉萨棋院还有很多的爱好者，很多关心和支持我们的领导，方方面面的努力，那这个事情呢一定是会越办越好。经过2天5轮比赛的角逐，最终无锡惠山区队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洛阳横联东莫印象队则获得第二名，两队顺利晋级到11月份的衢州总决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7金力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8轮的一场主将战，是由民生银行北京队的主将10月9段。对阵杭州云林决破队的主将申真虚八段，这个申真虚呢是一员小将，也是韩国的外援，现在处于这个非常猛烈的上升期啊。最近呢在韩国排名第2，好，刘老师，应该说值得大家关注一下。是，我们今天选这个围甲的比赛啊，十月跟申真虚，那么十月最近状态不是最好，对，不像那个。火头正旺的时候，那么好，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这盘棋呢是由申真虚执黑先行的，执黑先行，黑棋申真虚，走这个，黑棋，然后挂角，是吧？对，挂角，同样走了一个星小木，白棋也挂角，这有点像模仿棋了，现在到现在为止。那么下到这个时候，二将高家也普普通通的，是个最通非常常见的。对，没错。如果那像白这个棋，如果白棋二将高家的模仿棋了，真的是模仿。但是他没有这么下白棋没有。
啊，他走这个挂这个，这个当然很多，过去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非常多的，对吧？对，然后挂也行，什么走一个夹击之类的，这个很多。这个想法还有这个，过去老的定式都是这样的下法，过去最早是这么下的卷多，但是走这个棋呢，我记得是陈祖德老师他下的这个比较多一点，就这一类的哈下法。那么黑棋飞这个，那他如果说黑棋不飞这一下，刘老师他比如说从这边逼一个，对，接下来打算怎么着呢？他就说他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能飞过来，他也许啊可能他多了两个交换来，也许他有这个在飞呀，也有有可能是的，多一个这个，所以一般的情况他是走的这个啊，这个呢这个形状啊是最近 AlphaGo 下的很多的这个棋，是吧？这个形状，它都是飞的，反正现在都没有尖了，尖少都是这个居多，是的，白棋拆二，拆二，对。这个比较普普通通，是吧？这个白棋反正把那个打散，这儿黑棋翘起来，像现在这个形状啊，我如果拿黑棋，很多人第一感会在这个地方挂一个，对，没错，可能会这样的想法居多啊，这个可能都是这种习惯性的。但是这个深圳区他走的什么？他走的点三三，这个呢主要是最近，受到 AlphaGo 的影响啊，大家这个下的居多。那么空旷的地方，两边没有子的情况下点三三，这个流行了，而且现在的流行趋势呢都是在两边是空的情况下点三三，对，以前的概念呢都是在白棋两翼张开的时候点三三，就两边有子选择的比较为难，两边有子点三三是没问题，都是大家都认可是要的。现在两边空的时候，他先点三三让你选择，实际上让你怎么个挡哪边或者怎么看你怎么动，然后呢，他再选择方向。这个点三三，白棋的选择这边挡下去，这个呢是。是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棋啊，你这么走了这个之后呢，白棋是往这个，他这个走了之后黑棋能抢回这个点，对，但是这个棋呢，这个棋我是征询了这个十月的，您问了他本人是吧？本人，他认为是这个棋啊是应该挡这边，他比较后悔，他说应该这样下，这样下当时这么比如说这一类的啊，这样是方向，是的，这样方向以后这门你比如打一个他就粘上是吧，这个棋这个没有，这个是方向应该在这个地方走棋，对，正好夹着，这是事后他的研究，觉得他挡这门是比较后悔的，这个的确这样的，我觉得也是。当走这面呢还不怕，以后呢你可以这个比如说搬呐、或者等等啊想法，他要跟着走呢你就跟着走就行了哈。没错。这面都还有各种那个想法，这个你在这儿扩充这个没关系，这面是主要的。那么实战这个下法，他是走这个呢，让黑棋这么一爬，那么就是一般的定型啊都是这样，都是。黑棋现在这个套路，他还多爬一个，对，他怕他不爬这一下白棋有可能赶紧又拐下去了一会儿，这个点三三他最是他的想法啊，就是说我三三也要把你的脚完了，我再选一个，你都定型完了我再选一个更好的点，一步到位，这样的效率更高，这个效率呢他下一步他主要是啊他要瞄着这个点，还要点你，以后这个像这一类的等于是我这个脚也拿了，我还要以后还要攻着你这一块，这个就是 AlphaGo 的这个思路，是使得我们现在职业棋手都争相模仿，没错，走的非常多，现在是深圳棋点完三三再走这个，的确就是 AlphaGo 的精髓的这种思路，没错，我觉得这个刚才刘老师摆的挡这边一个抢先手的变化挺好的，就是这样的棋形呢尽量不要以后被当成一块孤棋被人家攻起来，对，那这个局面就会变得很困难，是这个现在这个真的符合黑棋的想法，刚才十月说挡这面呢加工呢那个是比较，我觉得也是的确不错，那样是比较符合这个，没错，符合这个棋理啊，也找准方向了，现在走成这样呢
该摆起他的方向找起来就比较那个不知道了。现在我的第一感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卦是可以考虑的，挺大的，可以考虑、然后呢或者是这一类的走走是吧、但是这个打入呢的确也是觉得也是很诱人的是吧，也很诱人，也很诱人的。现在黑棋呢，它是这样，它是在走这个之前呢，先在这里飞。对，飞压了几下。对，这个把这个交换掉，它因为它走这个怕它翘起来，对，是吧？所以呢，它要先飞掉。哎，然后你杜绝了那个翘起来之后，走成这样呢，它也不再继续压，也那个定时先告一段落。然后我走在这里，这个呢棋呢，你如果在挂的时候呢，它啪啪啪一压呢，你这个变得很扁。对，这个他可能就都让你挂这个也不舒服。他这个下法，黑棋这个布局还算是比较成功。先点三三，走完这个之后呢，让白棋的选择呢那一带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没错，这一带就定型了啊，对，这样。然后不是特别诱人了，所以呢，他白棋就选到这面了。他先搬虎了，搬虎了，对，搬虎一个。这个棋呢，多数是要打吃打吃的。这个特别大，因为你一般你粘在一拐先生那受不了，所以这个拐打吃是非常要的。然后看着白棋都很厚啊，然后再打入，挺好。打入呢，黑棋走的也是比较狠的，尖一个，尖一个要尖，要分开。如果你在上面被他正面过来啊，觉得这个情绪不大，就你以后再点呢，就可能点不着了。对对，黑棋就要贯彻自己前面的意图，他说你这块棋是一块孤棋，是，我是要攻你的将来，他要攻你的意思，所以呢他就强行在这里尖一个，他要把你分断，对，下得挺强的，尖一个，尖一个，白棋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呢，我自己的想法啊，这个棋是不是应该长一个，单长，单长，感觉不是，这常见的是应该这样走吧，他白棋黑棋这要跳，然后黑棋白棋再走这个，是这样。你那个后啊，我是把它当成后势了，不是当成孤棋了。这个下法呢，可能我觉得你黑棋也很薄，对，你也得交代一下。对呀、我觉得黑棋也是很薄的行嘛，你可能也是这一类的。这是先要把头跳出去吧？对，可能我觉得要跳出来，不然被封进去有点受不了。对，那么白棋这个棋是走这个呢，还是走哪个？这白棋就这一类的下法，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啊？这样白棋比较硬了。对对对，这个长起来，长起来就这么跳，然后你，下一步没想好是走哪个的问题啊？这个棋我认为是要往这个走，那他跳完之后啊，被黑棋这一扳呢，让白棋稍稍显得有点难过，他这是要长，对，关键这一爬就不能让黑棋度过。爬呢，总是。感觉啊，你比如说，大概这也许是靠一个，为了防你这个点呢，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这个当然也是一盘棋了啊，这个，但是他走的是这个十月，这个棋就是被黑棋这一压啊，我怎么觉得是有点难过？对，不知道补哪个，就是感觉十月下的还是比较强的，他好像有点不甘心，说你这个把我分开要攻击我那意思。对。这个就是说，这个还要啊。如果走这个派搬起来，他是不是还不满足？对对，我觉得他有这种感觉。有可能不满足，觉得你这过了，我这走上面还不满足，所以呢，他要这个要分开。那么，但是这一压一个就让他不舒服。不知道你走哪类，走这边他就长一个也很难过，不舒服，不舒服是吧？这个也非常难过。攻起来你这个形状不太好。那么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粘一个呢，又不忍心，他是走的往上鼓，那他下面长一个，他粘住这个形状，但不是最佳。然后黑棋又飞一个，黑棋飞一个，这个飞好点，是的，使得白棋这个分段就总觉得没有长来的有力。这样呢，虽然这边多一个子有分段的这种东西啊，但是呢，背着飞一个，你的黑棋白棋也得要走啊，是吧？然后黑棋又飞了，终于点了他这个点是梦寐以求的一点，期待已久，对，点是要点的，点着了就符合他的整体的这种思想。但是呢，白棋就这个是比较舒服一点，对啊，先手能走着，先手能走着，次着黑棋粘住，那么白棋这个时候要回来粘住，
这样呢，总的来说，那黑棋的总体目的是达到了。他被能点着了之后，他在这儿一跳呢，他是原先的基本贯彻了。对，这个棋呢，你要是不走啊，不管你或者哪个地方走一个，或者是走什么地方啊，走一个厉害的，他在这个地方你受不了这一下。这白棋好像有点苦。对啊，这个棋如果这样尝一个，这个棋你还跳不出来，跳了就给冲断了。是的，这个棋白棋啊，这块棋还麻烦呢。你要只是这样呢，这个就太苦了。对，只能忙着自己去做活、嗯，这个太苦。所以说这个棋呢，跳的时候还不得不硬。嗯。基本上也就这样。如实战这样，他的飞一个，门的补啊，补一个的防一个，这样的棋你本来当成一个后势，现在呢，他捞了空之后还不见得是个后势，还要攻着你，还要被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不太好。而且这个飞一个也没有完全处理好，将来，人家可以走这儿，这狠一点，是不是可以走到这儿？对你这个拆二挺好，我觉得拆二挺好。那、他就是忙着你要自己拆二，都无形中你的眼位你也得小心呐、啊。嗯。就这个白棋就形状的确不好。嗯。但是你这个如果自己拆二也不这个不像好形啊，是吧？多拆要打入啊。对。拆高一点的话，也许也不太对，反正形状不好，这以后这跳一个难受。看着不对。所以多数是走这个飞，嗯、所以这个形状呢，这布局啊，就是 AlphaGo 的布局啊，就它就是运用的比较好。的确，它从 AlphaGo 点完3-3之后，这个大家知道它的思想之后，大家争先恐后的都在用这个、布局的方式，思路跟过去的不太一样了。现在走成这样之后。轮黑棋先手，他是走的这个尖顶，尖顶的确很大。这我觉得黑棋还是下的比较满意，因为总体来说他自己的战略，都已经得到实施了啊，而他把他攻起来了，攻也攻了，然后这边回手还尖顶着了，对，感觉下的都下着了，感觉黑棋布局比较顺畅。嗯，是的，这个那个申尊系这个下的这个布局，看来也有研究或者怎么样啊？真的十月是个。我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强的啊，对，是我们很强的一个，但是这个申尊旭给他下成这样，应该是也是对方也实力不容小视啊。啊、哦，因为申尊旭呢，他是00年出生的，小孩，今年17岁，嗯，确实是很小，在韩国排名前10的当中，他是最小的一个，而且目前已经等级分已经跃居到第二了，超过李世石了。所以他上升势头非常猛，厉害。所以我们老说我们90后的特别强，宽度特别大。对。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韩国棋手哈，说他们这个90后的都不行，人家00年的都已经这么厉害了。是，现在走，该白棋下，哎呀，白棋呢是走的，对这个。大飞，在这个地方，十月呢总是一个联络的形状啊，他走的这个，也挺强。要等于腰眼上再来，你补吗？反正也让你那个什么，有点难受，下的、是吧？不知道怎么连。对，这个棋呢，就让白棋来选择。他你如果长一个呢，我估计长一个，哪怕拐一个，拐一个、这个地方有个靠。对，是吧？但你说补一个，但这一个尖有点难受。对，黑棋底下的形状很完整，它不需要去爬过，你拐下来它夹住就行了。这个地方也没关系，这个形状有靠断，是吧？对，白棋形状不好。对，那么这棋呢，走成这样的时候呢，该白棋走，白棋呢也不愿看到那个，那你说他是走的这个，对他想刚才常会成那样，他尖一个，尖一个是个好形，尖一个好形，尖一个呢就不一样。黑棋改变策略了，黑棋把黑棋靠断，这个是比较强的。这个靠断呢，是让如果断了，如果你这样的话，走这个的话，它就是从这边打出来，对，这个提掉我就再打上去，再打一个，对，这个棋呢，黑棋算联络，你呢过就让你过，大概是这样吧，对，再一个还有对，就这么就这样就挺靠断靠断是吧？那么他是走的这个，靠一个，那么都挡住，这个棋呢他是走的这个，挤一个，这个十月走这个，这个棋呢倒是，你看你要哪个，如果要这个，他被他断一个，你也很痛苦，受不了。是的，这样受不了
是吧？这好像很难下，不好办，接下来怎么办？这不好办，哎，这个黑棋不好办，这个白棋也度过这个棋，哎，他就也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嗯，那黑棋就选了，他说干脆我角弃吧，弃走，打了，接住，粘住，他把这个粘上，这个是棋筋。哎，脚给你吃蒜，不吃当然不行，不是被立了，这个吃掉，给了，把你让你脚上蒜也活，这个算好了，这个白棋提一个基本上活行了。黑棋但是他从大局考虑，他觉得他把外面顶住，对，顶住，他下的还挺厚。厚，这个呢，从目的角度来说是白棋便宜，是的，是的，他把脚上能够抓一子，但是呢，他黑棋联络的形状啊，全局厚实，他主要是还。对你这个要进攻，对，还看着白棋这块，这个是不能被吃的，这个是肯定你要是管的。对，我的虽然是落了后手，但是我是有价值的。是的，我要是我选的，我也选择黑棋这个下法，它是厚。黑棋挺厚的。这个下的挺好。白棋呢就要处理这个棋，赶紧得往外跑、啊。虽然对、这个棋尖呢，还有一种下法是冲一个加一个怎么样？加住。哪个好？这个呢，我怎么觉得这个步调也挺快，好像。啊，这样步调是不是实战一点？如果你只是粘的往前，步调往前蹦得快一点，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是吧？这样是不是快一点啊？这样好像比那样出头多出了一路。我感觉那个它是单尖的，没有那样走。那么黑棋飞一个，白棋还继续跳一个，这都是本招，本手，是吧？这样往前走了之后，黑棋呢，它是这个时候，它就它的后势，对，它后势就是要，要发挥一下，要找回这种，兑现一点目数，对目的损失的这个尖呢，看着俗，如果你长一个呢，白黑棋啊，它在这个地方就算长一个，不是打了啊，它就算长一个，你的补这一点就死了，没错，对吧？补呢有点难过，你只是这样的话，你还得往回来，干脆你就一步到位补活得了。对，但是基本上也就这样，一长你补它很难过。是的，是的。这样呢，就是你不在这个走一个有点难过，虽然这个是损的，就是反正黑棋要兑现这个长，便宜成这样呢，就是看你选择这样。回头回过头来再把这个煎住。或者对，也许这样走这个，或者如你那样。拆二或者走这个也行啊，都是。这黑棋可以选择的招还挺多的。总体来说，这个半盘好像没看见白棋有几目棋啊。是吗？就都好像都是眼。啊。这有目嘛？但是黑棋的目虽然不多，但是比白棋还是要多点对，这个就是有点难过。是被人家尝到一下，这半盘一看就白棋就没几目。有点难过。嗯。那么这个棋。但实战的情况，他是把这个搬了。非要抢这个，但这个也不得了，我觉得也非常大。对，这个搬一个非常大，因为这个搬完之后，你这个的黑棋也厚了，这招的价值真的是，如果是我选的话，这两个我真的有稍微会犹豫一些。这个00年出生的小将申真须，这棋下的还挺厚重的，好像不是那种传统的韩国棋手的棋风。下的很厚是吧？对，下的还挺厚。哎。现在白棋拆了，白拆这个，就是刚才就是这个，也许哈，他是怕你这个拆二，拆这个的确也挺大，也很大，对，因为这个还没有活，是吧？对，拆一个，然后他拖了一下，这是常规的手段，一般的都是往这个三拖，没错，这是一个丁式。那个也是一个是也自己求活，再一个的去白就是也要点吧。白棋先搬了一下，搬一个，在这儿交换一下，他是看你长还是打，我觉得是要打这个。对，打这个呢，那你这个搬一个，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也可能会损目。对，已经先损了，也可能损目。本来这样的棋，以后将来是可以把这个长出来的。对，现在这个子已经先被吃掉了。要是我还可以考虑，就我说这挂一个也是很大，对，这个先保留一下。对，是的。保留一下，以后再说别的。嗯。这样那个卦呢，就看黑棋这怎么走硬法，比如说你可能这一类的在白棋跟着再往前走，反正是个价值很大。但是现在呢，他这可能觉得脱不了手，他这个反正先走了一招。十月这个棋怎么
感觉这个调子不是觉得多连贯，感觉啊不是多顺畅，最近他可能状态也不是太好，不知道何种原因。我这看他这个意思呢，好像这个搬一下有点像引征的意思啊，有他冲断，对，这是要冲的，然后如果说是这样，对，这个是丁氏是吧？假如说您假如说您就这样的棋，假如说是断一个，然后打吃的时候，现在他引征可以打这个，他走这个，这样他就跑掉了啊，跑掉了，是怕这个吗？他可能担心黑棋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那也许他是有这个想法，要不然我实在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先搬一下。那可能是他担心这个，担心这个冲断，冲断。但是其实担心他中的时候你再搬都可能来得及。再搬是吧？但这个棋一般黑棋可能不那么走，可能不那么走。但由于有了这交换了，已经白棋先损了一下，那么黑棋这里的下法肯定是不一样。不一样，黑棋就挡在这儿，他不会再选择这。对，那个就不可能，因为征子的问题。对，征子现在不行了。那现在白棋是安定式，是吧？对。其实这个局部呢，接下来的变化，我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变化，只是说这一带变化了之后，接下来黑棋会怎么下？对，我们还是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吧。好的，一会儿见。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17经理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八轮的主将战。由申真虚执黑对阵十月，刚才呢给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刚刚白棋黑棋挡了一个白棋断打，是那这棋既然下成这样了，黑棋肯定会长的。对，我们看了一个结果啊，对，白棋粘上定势，然后把这角吃了，吃这个都是很普通，这是应该说是必然的，对，是吧？是就是下面倒是接下来怎么下？问题是，包括这一手。也有这个，也有这个的，但是把这个吃掉，但是呢征子的问题，就现在征掉了。这个棋也许这样，这个征不掉吧？征不掉，征不掉，征不掉黑棋。是的，那么征不掉，也许这一类的。当然这个呢，黑棋就想把中间给弃了，也可能他或走这一类的，以后这个司机这个跑出来，对对对，这是一种。然后呢，白棋没有这么下，白棋把这个长，把这个长出来，十月把这个长出来，对，长出来呢，他就是说，看你黑棋怎么走，然后再说进攻。但是这个时候黑棋下了一个比较，让稍微不太一样的，他没有继续跟着走，对，他先飞了一下，他是大飞一个，他是怎么想呢？如果你来。吃我起来，吃我，那我赶紧把这个先煎住吧，煎住好吧，是这意思吧？如果你走这个，那么也许黑棋再往前走，把那个弃掉，他是不是觉得这样已经够了？可能是，我感觉好像黑棋的空好像比较多，就是黑棋就想啊，就是护着围啊，觉得也不没关系，这样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自信跟他对围？大概形成这种局面，就是如果白棋你要是自信的话，敢不敢这么下？但是呢，这个棋十月没有这么下。看起来申真虚对自己的后半盘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个棋，一般从心情上说，对，你走了。本来你该在这面走棋，比如说或者压或者虎，对对对，但是你脱先，一般的从心情上来说你不走我就要走，但是呢他是跟着你走，对，他走了，他点三三的，这个好像从气势上来说稍微要弱一点，跟着走，这个不管怎么说，感觉上是总觉得了这个棋你就是跟着他后面走的话，心情上就被他气势上稍微不太肯哈，但棋还也不一定说哪个更大，当然还不一定，不一定，但是从这个进程上说，我总觉得这个十月不是他最好的状态，不是他最好的，确实，感觉气势上不够，好像这个弦绷得不够紧，你想他是就是跟着就这么走这个棋，让黑棋再走别的，这个棋即使走
你或者靠一个也是这种棋也是有可能的。嗯，哎，这就这种就感觉说太普通了。走完这个之后，让黑棋再动手走的这个，对，虎了一个。黑棋等于两头啊，他都是跟着等于的，他来掌握着主动权。嗯，这个棋呢，一般的是要压一个，对吧？对，因为这里交换了两下之后，黑棋这儿多了个子，多了一个就不一样了。多了一个，你最多你了不起，你接下来你是渡过还是爬，你还有点纠结呢。是。如果本来这样的棋，假如说没有的话，白棋是一手可以走到这儿，这个太大，区别就太大了。这个、这个好。刚才刘老师前面就想走这儿。我一直在想走这个位置，可是一直是都没有往那儿走。如果让黑棋先动手走完了这几个交换，黑棋等于已经是占了便宜了。嗯。他再转手走这面，他等于是啊都不耽搁了。没错。他这面又保持了选择是拐还是扳的问题，他的他又在动手，这个很大。是不走这一扳也要命，这个这扳一下也受不了，这接下来这一扳要命，所以说还不行，这个棋他还得跟着走，长了一个，然后呢他走这个，哎，该他走这个了，这个大跳之后啊，下面黑棋不是把该白棋走，白棋走这个，白棋先震了一下，他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在底下，不管拆哪儿怎么走一个吧，嗯，这拆的位置，反正是不太舒服，也不知道走哪儿。走这个的话有点远，走这个的底下漏着，走这个还有个点。对，那面像是要走。如果只能走到这儿的话，那中间可能先被人家就哦不，这个不能白棋不能往这儿走。现在我是在想办法，怎么样攻黑棋呢？你等于是这个，你一动手就要我这往下面出溜，觉得太亏了。我也是想走这个，先镇住他，镇住他。也我也是第一感觉是要走这个，那就是怎么个？但是关键黑棋他走的凶啊，他走的这个。对啊，他要靠断你。靠断这个，嗯，这太凶了。要我怎么样想办法能够，对黑棋反击？我这是我的第一感，嗯，感觉是这样。这好像这白棋，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反击吗？你比如说你要这样太俗是不行的，对，这好像不太行，这可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要走这边这一打就没了。对啊，显然不行，他就这么冲过，对，这个就完了，这就完了。嗯，对，这个白棋，这个黑棋，白棋肯定不行，这样。这不能这么想。我的第一感是这样。嗯。不，这个不是这样。嗯。跳一个。跳这个。哦，是这样。跳这个。你这个棋我怎么觉得，我也不知道走哪儿。这一类的方式，哦，我觉得你有点难过，嗯，是吧？你这样我再给你扳断之类的，或者怎么样，是吧？嗯，我想这样做，嗯嗯，就这样是一个好办法。你这样跳一个可能还是他对他一个让他要动动脑筋，嗯，哎，你那个，你要是走这个呢，我给怎么或者冲断你都行。比如说，这样搬一个，推一个，我就给你冲断，就这一类。哎，对，就这样。这就混乱。哎，对，这一类的给你占。看不清这一下子。哎，这样，我喜欢这样的白棋。嗯。哎，这样战斗，至少呢是一个，比较乱，可战。对，可战。然后白棋可战的可能性大一些。对，觉得这个棋可战。而这个棋不去跳不去攻黑棋，我觉得他这个也很重。然后实战我们看这个实战，这扳是肯定不行，他是实战就退一个，十月的力量我热爱。对，是的，是吧？力量，他那个段特别厉害的时候，等级分排名第一，然后场均一条龙，哦，就每盘棋吃人家一条龙。那这个棋特别强大，就觉得。跳一个如何办呢？我也不知道。跳一个如何办？不明。啊，甚至我都想这样直接就可以跳，哦，这样呢跳，这个时候也来得及，应该跳一个，然后实战只是这么退一个，让黑棋一退的时候都来不及了，你那再跳就人家挡住了。您跳一个，他会不会就直接就转到这边去了？先把这个吃掉。您先吃掉是吗？实惠，实惠一点。然后我这边怎么动手我还不知道。你这个总不至于把我这个吃掉。对，好像有点夸张。这一手棋能吃掉？吃掉，我觉得还是很诱惑人的。是的，应该吃掉。嗯，这个棋我就不明白了。这个他就退一个，被他一长，关键是长完之后啊，他下面很难过。嗯，他是走的这个实战，就刚才您摆的这个位置，因为不知道该走哪。如果走这个，他还有这个棋呢。对，他有个点，你挡不住。
怎么办？这个棋很讨厌，你这个棋粘这一尖，这一扳，这个棋自身还有个问题呢。是啊，这白棋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棋被黑棋联络了之后，你这个棋就麻烦了。这一点，你要是这样棋，他人家还有这个，挡不住，依然挡不住，这是很讨厌。这个这样的棋，你看看这个，挡住，这吃了，你这个白棋整个你也没活。是的。所以说这个棋啊，你这一打，人家一提这个棋还没活着呢，这个棋让白棋反而的要去忙着防守，难受了，他不知道走哪儿了。最狠的就是把它要分断，对，这个棋只有这个时候还有机会。这个棋被他一长，你这个棋去缩到这里，这个棋就没法看了。嗯，该黑棋了。你现在是黑棋，等于是薄棋连起来了。嗯，连起来之后，他腾出手来了，然后再来这个，把这个走了，那大棋都给他走光了。他好像什么都走着了。这个虎一个，爬一个。这个爬一个，我怎么觉得飞一个也是很大？飞一个你也得飞走这个吧，然后他可以脱先，这个形状比较完整。这样爬一个呢？再走这个被他一顶啊，以后搬了虎的先手，对对对，是吧？实战就是这样走。嗯，然后这个白棋再来补一个，跳一个。这黑棋下的也很清楚啊，他就把自己联络，然后顺便把你回家的路切断。对对，比这个压了你长了给送进去好，他直接这儿联络，然后你的拐也没啥效力。这样呢，黑白棋。这个感觉白棋好像有点难下了，有点难下啊！下到这儿的时候，顿时觉得有点难下。他是跳了一个，但是你说时控呢，倒也没有很领先很多黑棋，但是呢，毕竟黑棋比较厚，所以他后半盘好收。对，这个爬一个让白棋有点难过。对，哎，因为你要这个，其他有这个加一个，这里面你粘这还跳，跳这个你受不了这一下，顶不住了，这一下是受得了，是吧？所以这个棋让就忙于防守了，他在这儿，实际上这个是稍损的。嗯，哎，靠完了，靠完这个拐一个，这个位置效率不是太高。他想看这儿，如果能走着两下的话，还有个靠断。对，啊，然后白棋在黑棋在这个地方走这个，走这个，去瞄着他，远远的瞄着你，让你打眼。对，是是是。这个棋总是他还要隐隐约约的，你这个棋啊是有分段的，还要担心。嗯，是的，黑白棋得补啊，要不然不补的话，这很容易被，是不是掉跳完了，它是有一个这个直接都要挖断了，四然后靠断了吧？靠断了，这我就可能看着有很多种断它的手法似的。这个靠断了，这我就这个比较强硬。哎，你走这个，哪怕我是不管顶断，我就这个也断了。对，你粘我扳断了。对，所以这个棋是有毛病的，你的补它是走的这个，是吧？然后黑棋还有一个腰眼，它走这个你也很讨厌。对，你不能不补啊！你如果走别的，我这一挤也让你挖断了。这个接下来，对它接上的话就挖。对你走这个，我这一挖也断了。是的，这个也受不了。这个一断了话，整个就所以很薄。这个让黑棋动上手来的时候啊，你就没有话语权了。真难受，这下。对了，这个棋呢，白棋粘走这个先手，这算先手，还有这个几段。然后他冲一个。冲一个，这挡住。拐一个，这对，这不走的话，你看这个是先手，这个还有个几段，是吧？这个就这一挤就断了。对。所以他得拐住，这个棋呢，效率上黑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效率很高。是的，他先刺了一下，刺了一个是吧？他是他先打了一下，跟他交换了一下，对，白棋扳住，这扳住完了还是有一家，白棋跳了，他跳了一个，对，他是跳的，跳的。那这个跳完了，这以后如果说黑棋要走的话，他不扳了粘还可以走进去吗？啊，这个都可能还好一点了，好一些了。我觉得白棋这目数好惨，好惨的，就是下那么多个，应该是比较难过，有点比较难过。看着，敲刺了一个，粘住。这个关键，这个它是比较愉快，黑棋比较愉快的。搬了虎，自身的眼位还多了，我还忙着你，还在去做活。这个太舒服了。让黑棋这么舒服的，可能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对，哎，我觉得总是下对是吧？我就不太理解，我这个十月是很强硬的，是吧？这么让对方舒服，他这个一尖呢，还在一个进攻的状态，还在一个进攻状态。是啊，这白棋这块棋整个的眼呢，
他如果做一个是能做活的，但是这个太委屈了，他肯定不能那样活棋。不能那么活棋。但是如果说这边不肯回手的话，这地方你就得赶紧补了，要不然不补的话，人家一次已经又把你断开了。不，他就这样走，我看是不是就可以、啊、这样也可以跳断，哎，反正这样刺一个也断。不，你这样你是粘子，你走粘哪个？只能粘这个。对，粘你粘这个的话，我冲了。走这也断，这样呢、啊、我就这样也断了嘛，反正怎么都断了、哎、这样就断了。嗯，这个断了你也很难过。嗯，哎，总之来说你这个棋都在他的进攻的瞄着你。嗯，哎，随时要防断、嗯、他这所以这个是防断的。对，但是黑棋可以顺势走，他挺舒服顶过来。因为他现在形势不差了，黑棋挺好，你的挡住啊、嗯、不走被他冲也受不了，他搬一个，现在他占了便宜，这个就自然而然对顺着攻然后围控，这个是最舒服的。这块空看起来好大呀、哎、对，这样的效率是最高的。嗯，是的。然后你这个得尝一个，白棋尝一个，尝一个，对吧、嗯、这个棋呢其实到了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是收获满满了。对、啊、这个棋黑棋其实现在你要是我怎么觉得贴贴就即可了。他是觉得不肯吗？还是不明白这个贴一个他是怕什么呀？这个贴一个怕这个吗？他长了我就挡着就完了、啊、这个棋都是你的，最多是怕这个而已。嗯，这个没有，这个你其实我是说哪怕我补一个、嗯、不管往哪补一个你也断不了，我这儿有断啊、哦、对吧。哎，哪怕担心什么不明白，搬一个您就搬一个，这个棋可能还舍不得弯一个，就算弯一个哪怕都不行都没事儿啊、哦、他也不能断啊，对，断了没用啊，黑棋连连回去就行，还有可能走这个，嗯，断掉，断了他也就断这个，哎，对也就这样，哎，也就是这样，是吧。哎，这样棋呢你这个黑棋或者怎么那就退两下算了、哎、对。嗯，大概就是我是第一感是贴一个，而他呢他走的这个，这个呢就是再稍微的就是形势呢松点木，他是、嗯、他觉得您冲一下无所谓，他冲就走、啊、他想你再冲他再退 他就退就完了、啊、但是这个棋呢他就是对方呢下一个小妙手他是挤了一个，嗯，挤一个，这个棋呢是官子的一个妙手，对、这个让你稍微难过一点，嗯，那么黑棋呢是你也没不去立了被打了，他是走的这个打吃，那么多出一个打了之后呢，他多出一个能，官子会便宜些，没错，嗯，这个不太一样，对，现在白棋，嗯，现在白棋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对，他是先打吃这个，打吃这个，黑棋这个是必然的挑提掉，嗯，然后白棋又打吃这个，打这个，那又是必然的提掉。嗯，这个呢多两个打，是白棋会便宜一点啊，然后白棋又接上了，粘住这个，是吧，这个让黑棋有点难受了。如果说他现在黑棋断这个呢、这个、白棋可以断在上面，这个是吧，对，这个这下的有点难受了、这样这个断是个好棋，是、所以呢这个棋黑棋走什么呢，黑棋啊这个时候他不过现在即使让你这么便宜还是黑棋形势好，没错，是他这个中间的优势比较大，不差这一点，一路进攻他都占了不少便宜。嗯，这个时候黑棋这个神秀器他这个本质出来，他是要这个便宜，要一个，对，他等于在这个走之前他要一个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棋走这个官子一定大吗？其实你在中间哪怕就把它吃掉也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是给他一点得了啊、是吧，他是走这个呢占便宜，你要吃一个呢他或者再收官也是可能更加，或者他走这个稍微让我有点费解，这个棋他走了这个之后呢，白棋脱先了，白棋把这个粘上，他下的难受了，嗯，他不肯在那儿是就是跟着他硬一个，不肯被他先手二路走到这一下，最关键的时候他这个棋来了个狠的，他走这个、这个他就觉得有反正我有劫财，我就一个劫就把你打了，这个是这个比较狠，这个也许比较任性，可能形势好或者厚他也劫财多，嗯，他反正这个就给你玩一个这个劫，嗯，当然也能行，这个也成立，哎，但是我觉得要形势好直接走中间也可以，没错，现在白棋打吃，嗯，对，白棋打吃，打吃这个，打吃这个，他就打这个劫了，嗯，提掉，对，黑棋先找了一个不损的劫，不损劫，对，这个劫是一点都不损的，接上，对，接上，然后白棋是必然提劫，嗯，是吧，
黑旗题节，对，对黑旗题节。那现在它节材不多。问题在于白旗找黑旗的节，这就费劲了。这节不多。你像这种都不是节，你走一个。不，他会提的这个大，他肯定是这个比那个大，这个角比这个角大多了。这个倒是，但是这个他也会提。对啊，这个提一个我就接上就完了。是。这个棋呢，他找劫他就没有的别的找，他是走的这个劫。对，他实在不知道走哪儿了，我觉得。走这个劫。他劫财不是。那当初白棋这个粘上，看来还是应该先忍耐。打吃吗？啊，您觉得呢？可能也不太好。不，也不好。这棋也不太好。还是那样，那好像打劫也是没办法，它主要是前面的问题。对，主要是前面的问题。这棋没下好，前面下没下对的，这后半盘，反正你怎么下你都感觉不太好了，已经。他找的这个啊，找这个呢，黑棋把这个抓了。对，让白棋把这个吃，是吧？对，吃这个。打吃。打吃。现在其实是打吃这个这块棋有问题了，这块棋有问题了。这个棋呢是这样的，虽然说这个劫打赢了，但是白棋团一个呢，这里面还是没有进死，没有进死。打一个呢，白棋可以打住打劫。是啊，其实活这个白棋活是能活，你比如说哪怕就是这样也可以活，也能活啊。这个哎对，这个棋怎么黑棋的黑棋走这个单打，单打这个啊，打这个那就打劫呗，打劫，那就打这个劫了。他如果走这个提了，是不是也没活哈？这好像近死了。也近死了。对，还是打劫。嗯，对，那就打劫。反正得撑那个劫。嗯，是是是，这也是打劫活。嗯。啊，那他。但是黑棋还是有很多劫材，像这里这劫材他还没来得及用呢。对。总之呢，黑棋这个稍微任性的，就是给他开劫，就是显示一点力量，但是用的比较强，但是白棋也没招，因为什么？就是说全局的厚薄没有办法，现在对厚薄使得这个没有劫材。现在他黑棋来个狠的，就干脆把这个解决了，就吃掉了，因为你这个棋走这个，他一爬，这棋是死掉的，对，气也没有，那就那个就是这个当转换是吧？他是走这个，其实也不叫转换，点一个，然后尖一个，是吧？是然后白棋是提劫，白棋先挤了一下，挤这个，然后黑棋团在这儿了，他也不是粘上的，他下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哦。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棋提了一下，他是提的吧？他是，对，应该是之前提的吧。哦，我看一下，他是，他挤了一个，然后他是团在上面，黑棋是吧？对。哦。他然后接下来他点完之后，这个、对，他接下来他是挤的这个。挤的一个。对，他挤的这个。哦，是这样的，我把次序摆好了给大家。对。尖的这个时候，黑棋尖的时候呢，白棋提了这个。对，提的。白棋提的时候呢，黑棋脱先了，他没有下。对。他觉得他接上的时候呢，被你提一个是先手。对。这棋断完了，他可以挖吃通了。是。所以他没走了。对。他挡在这儿。挡在这个。啊。为什么呢？挡在这个。他是因为怕这个点。对。那地方也不小，是吧？这个本身也大。这里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棋形呢，白棋可以点在上面。点上面，对，点在上面。如果你不硬呢，它冲一个一路一飞，局部是死的。在点上面，它会挡一个。对，黑棋大概是挡下来。然后中间呢，这一跳点呢，这长完了先手，这靠断了。啊，中间有薄位。啊，中间有味道。对，这是很简单的。补一个是比较厚实。啊、是。厚这个有尖回来，这面也有联络。对。也是也比较厚实的下法。这挡完了之后，这一尖呢，这边就连上了。对。所以你这个点呢，它是往这边连就行了，你就靠不断它了。所以他一提他是挡的，然后他挤这个，他挤一个，他是团上，对，然后呢他是打这个，对，然后他提，然后搬了一个要接，黑棋粘住，白棋提一个，对，然后黑棋就算了，算吃掉，是的，他也提劫，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定性。总的来说这么吃了，但是白棋是收获一下，总的来说呢，应该说黑棋。便宜也不是便宜太多，对，但是呢，这个转换呢也是黑棋优势，
没错，也是黑棋优势。黑棋把这个贴回来，对，这个收目了，现在也没，的确基本上优势都差不多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对，黑棋这个地方也没有啊，他把这个收掉，然后开始收官了。他这个段当然本身也大，段他可能会补回来，但是现在白棋就没有段，他走什么呢？他是白棋打了一个，先打的这个是吗？先打这个，对，他打一个提劫。然后白棋找了个这个对现成的劫材，这是对，然后再提过来，再提一个，黑棋就粘回去了。对，黑棋粘。那么这个棋呢？白棋在中间粘了一个，对，粘了一个，黑棋虎一个，再打一下，再打吃，接上。这个是他先手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刘老师，看着这个好像也挺大的，就是这个断一个，是个不小，这个的确也大，但是他也许他担心这个先顶是个先手，被人家顶一下就觉得不舒服，是顶一个大，你不会搬这个这里边大，对，有点难受被顶一下，顶一个他你可能就粘一类啊粘着，而且这个和这个两步棋交换了之后呢，跟没交换是不一样，没交换人家一步到这儿了，对，这可以冲断你，这是目数还是差挺多的，是。但是这个时候呢，即使段和这个呢，应该官子的应该是形势都不好了。对，这白棋确实不太够，虽然差距不是太大，但是肯定是不够了，就是说。对。接上。那么这搬粘先手。对。粘住。粘住。这个棋呢，就是全局啊，已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争的地方了。没错，没错。这个都定型了，这个被吃了，对，死活都没问题。基本上这黑棋都是连起来的，这个地方没有断的地方，是的，这官子没有特别大的地方了。他现在就小尖了一个。尖一个，这个加一个当然大了。对，这个不少了的。黑棋就把这个爬过，也特别简单。因为如果爬过了之后，这个冲变成先手，你冲死这还成打劫了。冲这个这儿有个冲，这个等于不死了。就不一样了，是。这个棋呢，实际上这个两个本身交换是白棋比这个黑棋多，但是没有什么棋了。整个来说，这样的下成这样的白棋控不够了。对，他就没再进行了。也认输了。是的。这个十月这盘棋。实际上是不发挥的，对，没错，这个比他的好的最全盛时期要差一点的。反观这个00后的小将申真虚，韩国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二，确实这盘棋下的挺出色的，我觉得。对，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引起重视，和他们这么年轻的小将还是挺厉害的，而且这个棋下的也不急不徐的，就慢慢的就把这棋给拿下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